我都让车撞了，我都不发朋友圈。那时候我能发朋友圈，那不开玩笑。之跨年特辑，今天12月31号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很多年轻人会与朋友结伴度过跨年之夜，共同迎来新的一年。我们本期营业中也将围绕跨年夜展开。首先问一下各位外国选手们，在你们的国家是如何度过跨年夜的呢？Yes, well, I'm from Brazil. We celebrate life every single day, doing so many different activities. But also, I think the activities that we do relates to music. So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festivals, you know.Whether it's any local traditional music or something like a festival related to electronic music. So that's what we do usually. I don't celebrate New Year. I don't celebrate. I never celebrate New Year. For me, it's like a day like another. In France, me personally, I have two different ways to celebrate the New Year. First of all, I can like celebrate it like with my family.So I stay home, we eat good food, and we just enjoy the night together. Or I go with some friends, like going out, walking the street in Paris. And many times Zico already invite me to his place to celebrate like with other friends, and yeah. Yeah, we celebrate the New Year's for many years ago, every year in my place actually, with all of, in a row. Yeah, with all of my friends.And you know, in France, New Year's, most of people want to be with friends, and Christmas is only with family. So Christmas is family, and the New Year's it's more with friends. Oh. So yeah, we just like start the New Year like with best friend, and yeah, it's good moments for us. 那剩下的中国选手们是如何度过跨年夜的呢？这次也是跟朋友一起过，然后对，会倒数。19、87这样，对，有时候自己放烟花。我没什么，就是平常过一样的，正常过。对，正常过。翔仔呢？我呀，我想想，你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可能会就是可能会。回老家跟自己的就是舅舅啊、外公外婆呀，然后大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聚在一起，然后会看春晚啊，然后放烟花，然后跟小孩一起放特别多烟花。老弟，他说的是跨年，不是大年三十吗？啊，不好意思，我分不清跨年是啥时候？跨年是就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是不是该鱼丸了？我呀，怎么过是吗？凑合过呗。想咋过呀？不是，都过大年三十，东北没人跨年，我们都阴历阳历这个，对不？你大年三十吃点饺子，看看春晚、哎，你正常跨年很少，不知道哪天就跨了，都没这概念。那会发朋友圈之类的迎接新的一年吗？我让车撞了，我都不发朋友圈，那时候我能发朋友圈，那不开玩笑呢？为什么不换？新的一年，我要拿我。那不是朋友圈钓鱼的吗？那小金刚呢？我这一年如履薄冰，你说我走到对岸吗？当然不可能发这种朋友圈。我一般就是睡觉、打游戏，就基本上就这两样，就跨年的时候。大家都各自分享了自己是如何跨年的。那么接下来在街舞营业中，我们将一起通过几个游戏，感受和好朋友一起跨年的乐趣。首先，大家需要按3位中国选手加2位外国选手的配置分成2队。游戏一：推手游戏。A、B 两队进行1v1推手游戏，身体先倒或双手触碰到他人身体犯规的选手淘汰，由下一位队友接力迎战，直到其中一队的所有选手全部淘汰，游戏结束。坚持到最后的队伍即位获胜，积一分。我们两个手得这样，然后他是把你弄开。
游戏二，不许眨眼，两队进行一v一的不眨眼比赛，谁先眨眼即为淘汰，由下一位队友接力迎战，直到其中一队的所有选手全部淘汰，游戏结束，坚持到最后的队伍即位获胜，积一分。注意哦，比赛过程中队友可以利用一切道具进行助攻捣乱哦。
游戏三，跨年 KTV。 跨年除了游戏，和朋友们一起 K 歌合唱也是必备环节。本轮规则如下， AB 两队分别选一首和新年相关的歌进行演唱，外国选手也必须参与演唱哦，并在五分钟内编排出简单的舞蹈。五分钟后两队依次表演节目，表演的同时会有 K 歌软件进行打分，最终哪队预测本队的打分结果和实际的打分结果最接近，哪队即为胜出，积一分。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我们唱歌，我们唱歌，我们跳舞，我们唱歌，我们跳舞，啊，祝福。祝大家新年好。OK， 我好了，好了，好了啊。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我们的表演节目是祝大家新年快乐。演唱之后请大家预测下最终的等级结果是，你们获得的评级是 S 五。我们要唱的是恭喜恭喜，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
恭喜恭喜你！预测一下你们的评级是什么？好，我猜我们是，我们猜多少？你觉得 ？B 嗯 ，OK。所以你们的评级是？哇，这比较接近。你们比较接近，所以是你们赢。再次恭喜 B 队取得今天跨年夜游戏派对的胜利。最后，请大家一人一个词许下对2024年的自己的期望。Peace, happiness, 贵人越帅 ，rich, 让大家健康平安 ，health, love each other more.Peace, 身体健康就行。我也想身体健康就行。为什么？男。